坐计程车走出来又喷汗，然后跟等等要去的靶场大概只也不算近，肯定也不到远，因为我看走路要十几二十分，算了，这个三十几度会死。3500支，然后这边为什么3200？因为它有散弹。哦，3200。你想打什么？东西。四步枪呢，就是多玩一点枪支，散弹枪是最刺激的那个真的是。好吧，那不能关。这个啊，拿在这边去。战术俱乐部，直接讲中文，然后好像感觉是国人开的。对，然后我们是买有散弹枪3200的套餐。其实我觉得四把枪感觉比较划算，平平多了十发子弹，只多300块，应该是4000吧。4000感觉很厉害，在那边打靶。对，老板来。懂了。没拿耳机。行。你要什么？两个人。我才先改。你等下手机也可以。还行吧，可以。一个八，一个九，一个十，五八。还好，这个后坐力可以稍微正一下，还行。这样，好，这样，看红点瞄准。啊，看到了吗？红色。有了吗？拿过来。应该要把这拿起来超大声的，带这个有差。你刚没带。我刚没有带，我就把你录的给你带。这个打到四，这样很好，人家是这样的，看三点线瞄，进去吧。后坐力蛮强的、哦，那你打吧。真假的？你不打？可以，好吧。
眼睛有雷射过。你不知道吗？你说后座也有点强，他会稍微往上弹。啊，散弹枪，我觉得你可能会晕车。这还好，你这手拿稳。不用怕，不要怕，不用怕。三点一下。后面。不用怕。这个子弹弹出来。高一点可以，前面高一点，高一点可以。这子弹非常可怕。因为我觉得是它会弹起来，我觉得那个力道蛮强。有，只是它一直往这边飞。这么地弹子如何？你知道吗？二三四五，哦，可以啊，不错不错。闪电枪你可以打好不好？我不想打。好好。那个闪电枪都不要打。怕晕车。拍照吗？啊，好。拍照。可以这样。啊，对，不要对着人，不要对着。一二三。要乱拍吗？啊，好。好大声，谢谢。手枪超大声，我刚没有带过这些。很大声，你没带？你说你刚冒拍的时候。我刚说出来没有发动。因为你刚跟我讲很大声，你在打的时候我也先带了。我往哪边打？像那个小盘子好像也没被打到的感觉。有，我看到在晃。我是看到旁边有在晃，可是我瞄的那个好像都没在晃。散弹枪这样。打靶的纸不知道能不能带走，哎、欸，它已经烧掉了，没有想拿出来再好好观察一下，还蛮好玩的。红点瞄准的，我觉得还蛮好瞄的。对啊。感觉人多应该比较好，两人打一下就结束了。我不知道有没有什么超值套餐，是没玩到这种。就是比较小的可以连发的，对，小感哦，香味，但是其他就两根丝。哇，那这种还蛮酷的。那这个感觉就是什么各种子弹、史密斯、各种配件、AK， 它有五十发，对，一般吧。干，打个枪要花三万。现在7500的有25发、25发、25发、10发。那7500的感觉多很多，嗯，
美国岛应该可以。美国岛超便宜。对，我觉得这边还不错，就是如果你想要打打靶，然后又不想人挤人，但这边真的没什么人，同样只有另外几个印度人，根本是包场。就不太便宜，在台湾感觉也没什么机会打靶，女生应该是没什么机会拿到枪，想要来开开枪打打手枪也是个不错的选择。但那个散弹枪力道很猛，不过第一把那个有红点瞄准的就还蛮好瞄的，视力正常感觉都会打得不错。对，然后这边车好像不是那么好叫，我刚叫了大概要等个8分钟10分钟吧，要来大概要包车，但叫不到车太可怕了。我看刚过来的国人都是包车来的，他们的车就直接停去停车场了。那各位，我又叫到这个阿嬷了，这是我第一次叫坐到海鲜市场，就是同一个阿嬷。啊，我是选就是付现金的，下车付给他。我是个老奶奶，感觉有点不一样。OK, thank you. 我们在这边等了半小时还没有钱。叫得快一个小时。然后我看他后面有一个什么清迈小镇，我昨天有查到那个地方，就他们可以骑大象吧，可是我感觉环境不太好，大象看起来都超痛，感觉不太好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打靶行程除了有点贵，然后叫不太到车，不太确定叫不到车的原因是因为泼水节还是他那个地方主办，我觉得应该是因为泼水节人太多了，就是大家抢着叫车，而且那附近也都是观光景点，什么老虎园、水上市场都在附近，叫车需求超大的。早上坐过去才100出头吧，137，然后刚回来。那个什么 boat 已经完全叫不到了，所以我女朋友直接用龟壳叫，也是等超久才配对到。刚刚那样坐回来大概是400出头，看超贵，就给他赚吧。而且刚刚 boat 有一个司机还直接开口问说350要吗？我就那个时候不鸟他，我就直接取消。后来想想350算是便宜。